在。还有安迪吧。好像。这么点走。走，安宇。昨晚没睡好，脸色不太好。有吗？我知道试用期呢，压力是很大的，但是别太拼了，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。我不是说过了吗？不管是工作上，还是生活上，你随时可以找我。谢谢向总监。哎，安宇，你下班之后干嘛？我请你吃个饭。吃饭？聊聊工作，顺便叙叙旧。江总监，我真的不记得以前在哪儿见过你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有些人不要太有自信，还是有点自知之明吧。不要以为所有男人都跟20岁刚出头的弟弟一样，那么容易就容易被你勾着走。你，哎，徐金雅呀，你是真不知道卓越的水有多深。这些人背后都有些什么样的关系？就像那个安宇，谁知道他背后有什么样的坑爹靠山？嗯。就他那样的，要什么没什么，能干什么呀？好了，我去送个文件。下班之后我送你回家。嗯。但是今天晚上不能陪你了，有事。哦。